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二。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啊。打完了平安时代之后呢，超人又准备开新的世界了，这一次开蒸汽时代。小伙伴告诉超人说复兴时代超级难，所以呢超人就留在最后开吧。潘妮说欢迎来到蒸汽时代。戴夫发现地上有一个冒烟的洞，潘妮说这些洞中会冒出毒物，而且还有可能从里面钻出东西来。潘妮说平顶菇可以堵住洞口。那超人先从第一关开始挑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奇怪的洞到底有什么奥妙。首先呢，植物不能种在洞上面，那我就种在旁边，我就围着这个洞种一圈的植物。哇，冒烟了，超人的保龄泡泡和豌豆迫击炮被遮挡住了。为什么黄油毛茛就没事呢？刚才超人好像看到豌豆迫击炮开无敌了，怎么回事？该不会这就是传说中的毒物吧？可是并没有感觉植物中毒了的样子啊。哎呀，黄油毛茛没了，赶紧拿平顶菇堵住一下。保龄泡泡和豌豆迫击炮也不见了，鉴定完毕，这个冒出来的就是毒物。但是我不是用平顶菇堵住洞口了吗？为什么这些雾还没有散掉？难道是要在雾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用平顶菇堵住洞口？超人觉得一定是这样，下一关一开场我就用平顶菇堵住洞口。好的，第一关轻松过关，我们接着来挑战蒸汽时代的第二关。第二关的地面上出现了两个洞，去吧我的平顶菇。Oh, no. 不会吧，平顶菇不能种在平地上，超人的想法是错的，这些毒物还是出来了。算了，种植物进攻吧。有小伙伴说让超人试一下花生射手配合火炬树桩，没想到花生射手吐出来的花生都可以变成红色火焰的子弹和紫色火焰的子弹。超人还以为经过火炬树桩花生会直接烧焦了呢，没想到花生射手真的能和火炬树桩打出配合来啊。那超人很好奇哈，有没有小伙伴拿花生射手和豌豆射手做过对比的呢？不过就超人个人的感受来说，花生射手没有豌豆射手可爱。哇，这个大招，大量的紫色花生。哎呀，放完了大招的花生射手头上居然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挺有意思啊，这是大招的效果吗？小伙伴们，听说蒸汽时代也有一个很难的关卡，是哪一关来着呀？你们觉得以超人现在的配置和水平能不能过那一关呢？超人比较期待蒸汽时代有没有很好玩的小游戏啊。好的，这一关也过关了。